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雅琴，欢迎您收看今天的雅琴看世界。美国总统大选各国瞩目，我们看到呢两张照片说了什么，一个是拜登他要退选的消息，那这个到底他的原因在哪里呢？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呢，就是在昨天礼拜五的时候非常非常热烈的美国共和党大会当中呢，川普发表了演说，他接受了总统的提名。好，我们看到这个事件的发展呢引起各方的瞩目，而且呢拜登他退了之后，他说他不会去直接支持副总统，也就是呢贺锦丽。他说呢，大家要来一个 open floor， 就说到底谁能够上来，他要做投票的这么一个动作。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今天的内容当中，我们还包括了除了这个讲到，因为呢这次川普暗杀的事件引发了阵阵的涟漪。两个话题，第一个就是他讲到台湾要付保护费的部分，第二个就是我们总统赖清德他这整个的维安也都升级了。可是暗杀这么一个说法，在过去从 JFK 从 Ronald Reagan 开始都有。另一方面在国内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呢释宪案的部分，有关于暂时停止处分的部分，在今天看到了整个的发展就是过了，过了以后呢赖总统也不用去了，那不用去了会造成什么样一个影响？不过我们也看到的就是整个2026似乎已经开跑。我们在今天现场当中跟大家请到的台师大中亚系教授范世平范老师。雅琴好，大家好。好，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张老师。雅琴好，大家好。以及台大政治系的副教授陈世明陈老师。雅琴好，各位观众好。好，我们首先来看到呢引起大家瞩目的这个事件，你可以看到呢在这里哦，大家这个可以说川普跟拜登整个 PK 起来。你可以看呢在这里呢，共和党的重头戏一连四天最重要的就是在礼拜五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川普的演说。川普的演说其实他完全不像自己哦，他完全没有这样子一个霸气的感觉，他完全就是非常的温和非常的柔去讲这个事情。不过我们的报道首先要来看到的，拜登看到了什么？因为呢拜登在这里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川普被暗杀之后出现的这么一个动作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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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整个情势急转直下，拜登不选了。那不选了这个理由呢，有一些他已经之前有讲过，他说如果毋庸置疑的数据啊，是不是民调的落后，我们看到摇摆州的民调落后，致命的意外是什么致命的意外，还有尚未诊断出的疾病，他其实都已经铺陈了。那么首先要问一下陈老师哦，因为呢他在这里说他不选，但是他不会去帮贺锦丽背书，也就是说我 open floor， 我不一定要用这个 Kamala Harris。 那不用 Kamala Harris 很奇怪，一般大家都讲说哎，不就是副总统出来当政的吗？那这个说法他跟贺锦丽有什么问题吗？不，这当然是党内民主嘛，因为毕竟你如果说刻意去背书某一个人，那你如果说没有经过一个民主程序，那其他的派系可能不一定完全的一个统一嘛。嗯嗯嗯。那你这样整个党就乱掉了，那你毕竟只剩100天就要选了。好，所以现在等于说8月，等于说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要召开党代表大会。8月19号。对，或许还有时间可以举行一个有一定程度公平的一个竞争。那让大家都没有话说，共同去支持这个。你觉得拜登是被逼退的吗？你觉得他不选的原因是什么？多少都有啦，因为毕竟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还是他自己个人身体健康的因素。因为毕竟他这个礼拜又把这个奥斯汀的名字忘记了，讲说他是一个黑人啊，这个是真的是，这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在这里他就讲说，哎，你看到我的热议，我任命了一位国防部长，这个黑人 Black， 对，然后这个。美国人士也讲嘛，他有些话都语不成句，没有办法讲把一个完整句子讲出来。那的确会让人家觉得，或许他现在可能还是反应还蛮灵敏的。但问题是，他未来4年呢？4年之后，他是否能够维持4年都这么样灵敏？那这是选民质疑的。其实我们看到这点，我可以看到民主党内部其实我们不像说我们台湾有什么样什么派什么派，但非常明显的它是不同的角力。其实在他身边一直挺他的包括了奥巴马呢，在之前就已经好像传出来消息，他已经跟他讲说你选不赢，包括他的战友就是佩洛西也跟他讲说你这样选不赢。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说拜登他不选了，真正的原因不是说贺锦丽上来能不能赢，今天所有人上来可能都很难赢，但是问题是他要守住参众两院。你可以看到这几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
的，就是科比国安会的发言人，他说从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可以看出来，拜登带领美国跟盟友跟伙伴的结盟受到高度肯定，但这个没有成功。然后呢，就是拜登首席的副竞选经理昆丁，他否认说我没有考虑到说在这里面哦，就是说拜登总统不在名单当中，他现在还是，他将来也会是民主党的提名人。可是我们看到呢，更他不利的就是我们看到摇摆州，摇摆州在这里出来的每一周他就落后5到7%哦，落后5到7%。说真的，你拿到摇摆州就等于拿到天下了。那范老师怎么看这个部分？你觉得拜登不选的原因是形势比人强，还是因为他可能确诊了，他自己身体也不舒服，他觉得算了，我干嘛一直跟你们讲？你的原因觉得是什么？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他的健康因素了，因为现在美国的大家都，即便你是支持拜登的人，你都对他的健康是没有信心的。嗯哼，包括你看他这两天上飞机的时候那个动作缓慢，然后前一阵子甚至在很多场合他是人不晓得在哪里，然后转来转去，他不知道他的动作为何，包含之前的这个北约的这个北约的会议高峰会议也是一样。嗯，就大家会觉得，第一个他就算选上了，他能够坐满4年吗？所以大家会觉得担心，那你找的副手是谁？所以如果大家对他的健康是没有信心，而且他讲话时常出错，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有能力带领美国继续走未来的4年？而且你要处理的是这么大的庞大的一个国家的机器，特别是美国又是世界的不管是经济或者军事都是最重要的国家，那大家会不放心。所以我会觉得，而加上就是川普他这次这个被枪击案之后，看起来共和党是士气大振，那民主党当然就感甚至没有人讨论拜登了，那加上很多的金主都抽银根的，那我们知道美国选举是很花钱的，如果你今天金主不给你支援的话，或者你的募款不利的话，那你怎么选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然后加上很多人也都认为说，哎，我们是支持民主党，可是我们对你拜登希望你退的原因是为了民主党好。好，我们其实看到这里有几个关键点哦，因为7月19号是他们在准备的时候，因为呢8月19号是他们这次民主党的全代会在芝加哥举行嘛，然后8月7号呢一定要定案，8月7号定案的原因，因为是 Ohio 它有时间的问题，它是最早，它必须要拍板，就是说你今天的正副总统是谁，你就要定。现在问题就在了，因为现在的这个问题不是只有说拜登退的问题，拜登退了谁上来？因为他就说群雄并起了嘛，你们自己去投票嘛，到了第二轮也是可以投票，所以大家讲到几个人，本来是讲已经开始有人在放消息说，那贺锦丽当然最优先啊，副总统出来选当然最优先。那问题是，如果他是副总统当总统候选人，请问谁是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那谁是副的呢？好，而且在这里正的未必大家服他，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加州州长纽森呼声也是非常高，中国也是力挺他，还有一个就是密西根州长惠特莫呢，其实他有个中文名字叫魏美贵。那其实再来看到，还有甚至连美国交通部长也就是朱塔朱吉都被讲出来，甚至在这里说，如果之前就有人抛出来说，哎，这样子了，贺锦丽当正的，然后呢密西根州长魏美贵当副的，这个在之前真的都讲出来，所以其实民主党已经布局蛮久了，是不是？陈老师怎么看拜登不选的这个部分？这个拜登总统不选，我同意刚才两位老师讲，就是说主要是他个人的健康因素。最近呢他又传出可能又染了 COVID-19、所以呢从他自己觉得是不是他的健康状况足以承担未来的选战跟之后的任期，但我们现在要讲的是那谁会来选呢？对，你觉得谁会来选这个部分？但是他又没有到说他已经完全不能处理事情的阶段了，所以呢他自己的意愿其实还是非常重要。那刚才讲到几位候选人，譬如说贺锦丽副总统，好，这当然呢有利也有弊。利的就要说他现在是副总统，而且他已经等于选战已经在开跑了嘛，其他的人都没有在开跑，所以呢知名度选战的募款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但问题是贺锦丽副总统是女性，川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声势？因为在川普身边有一群白人至上男性主义者，这个是川普的铁票，这些人呢是川普领先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民主党推一位女性候选人，这个我们当然强调性别平等是重要的世界潮流。你觉得美国还没有准备好 get ready for a female president？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民主党推一位是有色人种的女性候选人，纯粹就选战来讲，恐怕目前来讲美国人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位这样的总统？这个其实民主党里面很多测试是又是少数民族，对，是有质疑。女性，那第二个呢当然是加州州长，那加州州长当然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选了，但是呢因为贺锦丽副总统也是出身加州啊，所以这种方面的这个支持者是会不会有所重叠
好、哦，这是第二个问题。嗯嗯。好、嗯哦，那第三位呢？当然就是讲到密西根州的州长。嗯。好、嗯哦，这也是一位优秀的女性。嗯哼。但是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问题其实跟贺锦副总也是一样的啊。嗯嗯。对，都女性。嗯。好、嗯哦，目前来讲，因为这个选战剩下没有太多天了，嗯、所以哦，这个有没有办法这么快扭转这个民意的这个倾向？哈、哦，尤其是刚才讲到川普身边的这种支持者。尤其是他在遇刺之后表现的那种形象，嗯嗯，正让这些支持他的人，铁锈州的这些啊、这些比较底层的白人、哦嗯、男性的选民士气大振，嗯哼，啊，更至于说是不是会有两位正副总统都是女性，嗯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川普绝对是压倒性胜利，嗯，啊，因为正副总统都是女性，老实说，就美国来讲、哦、其实以参议员的这个男女的比例，啊、这个州长里面男女的比例、哦，其实在世界各国来讲、哦、相对来讲女性还算是比较少，跟欧洲、嗯、甚至跟台湾相比、嗯嗯啊、所以呢这个可能性、哦、大概也不大、嗯、因此呢、啊、这个民主党现在到底是谁要出来、哦、恐怕是各方的力量、哦、要进行一个非常复杂的协调、嗯、大家觉得如果真的要救世主出来，就是一直都不想选的 Michelle Obama 出来来救民主党，有没有可能？ 那基本上又是女性，对，但是某些奥巴马看他的意愿，他个人意愿我觉得最重要。嗯、我认为说如果是米歇尔奥巴马的话，第一个就是奥巴马总统当然在八年的总统任内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在美国，就我个人对美国政治的了解，其实也是批评的人也不少、嗯啊、有人认为说他在国际政策上太软弱、啊、有人认为说他在、啊、健保或者什么其他方面政策太社会主义、嗯嗯、这些刚好都是会被川普立功的对象，而且呢他的夫人啊从来没有从政过啊，你现在出来代表民主党参选啊，这个也可能会引起质疑啊、就是、那难不成希拉蕊 Clinton， 那他至少他当过国务卿啊，他在选总统的时候，真的因为他不选嘛，他跑到哥大教书了、嗯、如果就我是这样想，如果民主党你要找人出来又是白人又是有延续性，他当过国务卿，那 对那当然也有可能，不过当然就年纪也偏大一些、嗯、啊，所以呢换句话说民主党为什么现在哦、会有这么多的争议呢，还是在于拜登总统是现任总统，所以党内的人很多人都大家觉得我四年等四年后、嗯嗯、就没有想到突然出现这个变局、嗯哼哼而且现在他们还考虑一个就国会的选情、啊嗯啊、国会其实各州、哦、共和党跟民主党的差异、哦、没有像拜登跟川普的差异那么大、嗯、哼，就是红是红川普一个人、嗯哼啊、在各州的共和党的不管参议院众议院还是州长的选举、哦，没有这么全面性的领先、啊、这一点来讲的话也让民主党觉得哎，现在我们民主党其实没有输共和党太多、哦嗯啊、唯一最输的就是大家对拜登总统的健康跟年龄有质疑嘛。嗯嗯嗯、所以呢奥巴马的看法就是这样，他就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年龄的问题健康问题解决掉了，那民主党还有什么问题？所以现在他力主要这个拜登总统能够考虑、哦，老实说这一点来讲，但是民主党里面也有人觉得说哎，你都已经是退任总统了，这么多意见干什么，对不对？所以现在民主党怎么样产生新的总统候选人，然后呢副总统候选人，譬如说假定那个贺锦丽副总统成了总统候选人，那谁是副总统候选人能够由他自己来决定吗？哎，这也不一定啊。然后这个党内很多人搞不好就觉得说哎，你现在是女性啊、出生加州西部，你是要找一个中西部的白人男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哦、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很明显的，如果现在民主党找出来的如果是 Kamala Harris 是贺锦丽的话，他对抗起来就有点像是你看到川普跟范斯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就是要的美国至上，他们要的是在美国所谓的美国 local 美国的东西，你什么都不要给我搞国际上，不要来我这里设厂，不要来我这里干嘛。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到这次非常明显，我们可以观察美国的政局会出现蛮大的变化，就是在这次、哦、礼拜五台北时间昨天我们看到的就是共和党的在这当中川普的演说，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态度是什么。川普的演说呢，他其实他不断的讲，他讲了六次上帝，他把上帝，他说我是在上帝之下来治理美国的，靠着全能的上帝恩典我才能够站在你们前面。然后呢他在这里面就是公布大家当时他枪击的感受，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啊。这所有人都为之动容之后呢，就看到那个枪击的样子啊，你看在这里就是这张照片，
让大家为之动容。然后在这里呢，他又讲，他对于这个拜登没有批评很多，他都用现任政府 current administration。他说拜登，我不会再使用这个名字了，就一次。但是我们关心的，他有讲到两次的台湾。他讲到台湾什么呢？他说哈，欧洲跟中东的战争正在肆虐，台湾、韩国、菲律宾跟整个亚洲都笼罩着越来越大的冲突阴影。我们的星球正摇摇欲坠，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他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色列遭受历史的攻击，中国在包围台湾。好 ，Now China is circling Taiwan。他说，我将结束现任政府制造的每一项的国际危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从这里，他把台湾跟相关的包在这里，说我会解决。有一点在之前，他不是讲到说台湾要付保护费，但他现在有一点讲出来说，我都会解决。好，我都会解决，我都会让他安全。陈教授怎么看这个部分？我们以川普他的演说的内容来说，这个部分你看他诉求的是什么？这可能是我看过川普最温柔的一个演讲、他讲90分钟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演讲、那一开始他其实就讲他过去枪击这个过程，然后大难不死、其实简单讲就是在要诉求他是天选之人、因为毕竟美国还是有79%的人是信仰上帝、宗教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另一方面当然、他这样的一个温柔本身的一个演讲，他其实而且他讲很多次团结，他其实他要争取在这样的枪击案本身所呈现美国的一个社会分裂撕裂的状况之下，美国是需要有一个能够团结美国社会的领导人出现，那川普要争取这个角色，争取这个位置，所以这是一开始他花很多时间诉诸于感情，然后用了很多很多那种比较温情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演说。那当然讲完以后，他后面半段其实就开始去批评现在政府的种种作为。那他经常在那边讲嘛，我当了4年总统，全世界没有战争。拜登一上任以后，欧洲也爆发战争，中东也爆发战争，东亚你看北韩一直在射飞弹，台湾又变得更紧张。他就要做个对比。然后他今天又讲啊，今天我只要一通电话，我就可以把乌克兰战争结束掉。那这个本身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一种对比的逻辑了，等于说他把很多非常复杂的一个国际的事物，然后用一个你们就相信我，我就可以做到，我可以解决问题的，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投票支持我。那这样子的一个诉求，或许对一些比较没有想那么多的美国人而言，他可以接受，但是否大多数的人能够接受，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有点质疑，因为这个。这样的逻辑其实太过简化了。他今天有一些讲到台湾的部分，他也是碰到。在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讲到他有讲到中国，他有讲到他的逻辑。他说：“你不要来占我们的工作。”他也说：“我欢迎移民来啊，但是是合法的移民。”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Here are the top stories. First, I want to talk about NVIDIA CEO Jensen Huang visited Taiwan and he said that Taiwan is a country. Jensen Huang said in an interview that Taiwa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it is the center of electronic industry.Jensen Huang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esterday. He emphasized that Taiwan's crucial role in AI advancement. He said that at the foundation of everything that you saw were two fundamental technologies, accelerating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unning inside the ominous. And he concluded his speech with a special film.The film highlights 44 Taiwanese companies and emphasizing that they will be key to the global AI revolution. And the film also shows an old photo with him and TSMC founder Moore Strong in 2002. There are more than 4,000 people attended. Actually, they attract Taiwanese tech leaders, including Quanta Computer CEO Barry Lin, Hong Hai's Positions Chairman Yang Liu, and Supermicro CEO Charles Liang.At the same time, U.S. versus China, a Shangri-La dialogue in Singapore. U.S. Defense Secretary Lloyd Austin and China's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se Admiral Dong Jun had their first face-to-face talks since 2022. At the core of the discussion is the Taiwan issue.
雅琴看世界，我们看到呢，川普在演说的过程当中啊，他其实对于中国的部分是有 touch 到。你看这个画面当中，就是大家都是学川普，就耳朵上呢右耳朵弄了一个纱布，表示呢他们全部都是川粉，全部都是挺他。那刚刚讲到台湾的部分，他说要维持国际的秩序，但是在中国的部分呢，他怎么讲？他说我将在第一天结束电动车指令。好，他所谓结束电动车指令就是说，因为拜登有说到电动车怎么样开放，怎么样开放，哪些限制，他说不要，我不让你进来，我会透过适当使用税收、关税跟激励措施把汽车工作带回我国，而且不会允许你在墨西哥、你在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建造大型的汽车制造工厂。这里面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说我要 made in USA， 而且他来辅助这个，他怎么说？他说我美国经济现在的状况是我们的这个杂货价格、能源成本上涨50%，汽油价格上涨60%，我们大家口袋里都没钱，我们的 mortgage 我们的贷款都翻了两番，每个家庭每年的总成本呢是增加多少？28,000美元。而且他扣住这个又讲说非法移民啊，我不要他们来啊，不仅仅是来自于南美洲，还有非洲、亚洲跟中东。好，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了这些，其实意思就是那个氛围，就是说我要让我们的工厂 stay in the states， 然后呢我不要你来抢我的工作，我不要你中国用电动车，你在墨西哥制造，你要给我免关税，不可能。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他也是 touch 到这一点。范老师怎么看？的确啦，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几年电动车是在行销很多地方，但美国还是不让他进去。而且我们知道就是说美国的特斯拉他的老板啊，马斯克就是支持川普的哦。对，所以这个当然对美国的电动车来讲，这个产业来讲，它要保护，而且它更加发扬光大。那前面两个大概就是说把金的、啊，把这让美国强大啦、啊，留下美国工作。他上次他第一任的时候就讲过了，但是这一次有一个比较不同，就是非法移民哦，因为他担任总统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没有像现在那么惨，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的离开中国偷渡到美国的这个人口不多，那个时候反而比较多的是什么？是墨西哥，还有中南美洲，所以他美墨还要建这个长城嘛。但是这几年因为这个中国这个走线，我们知道走线就是到中南美洲用步行的方式通过这个雨林，然后到墨西哥，然后到美国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这两年，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把中国列入到非法移民的重要国家。那我觉得对中国来讲，川普如果当选的话是重新的噩梦。为什么？当初2018年的美中的贸易战、科技战就川普发动的嘛。对，那我觉得川普这个人其实我们的拜登是一个谦谦君子啊，所以他就是啊，对中国他并没有那么样的用猛力，但是川普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中共这个政权，我们说他是叫做什么，叫做啊有帮派政权啊，或者黑帮政权，什么意思？就欺善怕恶，看到善良的我就欺负，看到恶人我就害怕，我们说叫畏恶凌善，所以川普要怎么样对付流氓政权？就比你更流氓、更强硬嘛，你看那时候川普打这个贸易战。习近平有没有反击？习近平也是个强人哦，他也反击了。川普再加码，不跟你客气，你一来一往，一来一往。对对对。所以这就是让中国觉得这个川普是一个强悍，是不仅去招惹他，你没有好处。第二个，中国就会用什么大外宣嘛？我没有新闻自由，我可以一手遮天，那我对外宣传，哇，我武力多强大，让大家害怕他。对，这个北韩也是这样搞。但是呢，川普也很厉害，他也很会玩这一招嘛，就讲话很强势、很强硬。对对。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讲，川普当选，中美的科技战、贸易战会更激烈，中国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怎么样？川普他上台之后，他拉拢谁？拉拢北韩。北韩金正恩也希望我回来。对呀、金正恩现在也希望川普回来啊。美朝关系就打通啊。那你知道金正恩当时一上台跟谁对抗？是跟中国对抗。他还在中朝边境发这个核子弹，那个辐射还跑到中国去。所以这是北韩。如果真的倒向美国的话，那中国习近平更麻烦是你的东北地区的安全。所以我觉得中国对于川普上来，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梦魇。那至于台湾，他之前当然谈说台湾要这个要买什么保护费什么东西，他后来你看他这些这次讲话，他对台湾的问题讲得很谨慎，很谨慎，非常谨慎，因为他知道他上次讲这话引发了轩然大波啊，就彭博社的专访。股市掉多少兆啊？台湾股市掉，美国股市也掉，美国股市掉很多，而且大家会担心说，你如果是这样对台湾，你会不会对其他你的友邦，韩国、日本，甚至是北约，所以我觉得他后来他也觉得他那讲话有点过头了，所以他那天的这个共和党大会上，他就发言就特别谨慎小心。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所谓保护费的部分哦，但是我们在扣住这个事情，所以大家记不记得？
川普在被枪击暗杀的时候，大家就讲说，哎，有没有外国势力介入？那个时候讲的是什么？那个时候讲的就是伊朗，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要告诉大家，有没有可能扯到中国？为什么说扯到中国呢？因为在这个事件当中，哈，就是很奇怪，大家都觉得这个疑点非常奇怪，就是说这个年轻人二十岁高中毕业生啊，克鲁克斯怎么可能这样子大拉拉拿着这个枪就可以进到顶楼？然后呢，他出现在一个影片当中，这个影片是一个广告，这广告是跟中国关系密切的贝莱德公司广告哈。出现他2022年哦，他们播放了一则以伯克利公园高中，伯克利公园就是这个凶手所住的地方，那这个 高中就是他念的高中，他主要是介绍一个老师，结果有几名无心学生短暂出现在背景当中，这个就是凶手，那个时候他的头发是短的克鲁克斯，然后贝莱德公司就说，哎，我赶快把资料，我承认我有出现他，我把他下架，然后把这个资料呢就赶快哈送给了相关的 FBI 的单位。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呢，这家贝莱德公司他曾经传出秘密的向中国军方投资4290亿美元哦，而且在这里呢，他后来有说哦，我2023年就退出了，我2023年就退出中国市场。你说有多少的 possibility 可能说你刚好拍个广告，你刚好广告里面的背景的学生刚好就是这一次的凶手，这个几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奇特。那张老师你怎么看呢？这个应该是这样说了，就是每次美国总统只要遇刺，后面的阴谋论都很多，因为那毕竟是一个这么有地位的人。有这么多人在保护他，但是呢，通常都是 这个巧合那个巧合，那当然就会让人家觉得说怎么会有这刚好那么大的巧合。的确，对中国来讲，这个川普，目前来讲，这个他自己的政策有可能摇摆，但是呢，支持他的人，相对来讲对中国是不友善，包括白人选民，包括共和党，这一点来讲中国当然会很紧张。那你觉得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组织，就是讲说贝莱德集团它可能涉入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认为可能性大概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巧合，你觉得纯粹巧合？我觉得是巧合，当然接下来还要进一步的调查了。不过，这个川普，我认为这一枪，几乎也超点就是让川普陷于不测，所以呢，在这一枪之后，我认为他本身来讲，可能也对，他的政策，他对要将来领导美国的未来，可能也起了很多的改变，所以他的谈话，相对来讲温和很多。而我们知道川普讲到说台湾要付所谓保护费这个说法为什么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有没有做稍微的修正？我们马上回来。回到现场，那我们来看到呢，这次这个事件包括了就是川普说了这么一个话，他在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讲到说，哎，台湾呢，应该要 pay for US defense， 我们台湾就把它翻成是类似保护费了。那意思就是说，那我们没有付吗？我们当然有付啊。所以美国方面包括了国务院发言人全部都出来打脸，就是说台湾 pay for themselves， we're not doing from charity， 我们不是所谓的慈善单位。那国成老师怎么看这个部分？你觉得川普在讲这个的时候，他不是第一次讲？他好像很不满的情绪就在于说，哎，你看你台湾占了我们100%的这个 chips 晶片，然后呢，你又要我要给你课税，然后又说，哎，你付了什么？你都没付，然后呢，我们要保护你这么远的地方，怎么保护？你的评论？我认为川普从政的经历就是他讲话哈，常常是讲那个原则，细节其实不太注意，所以有时候细节是矛盾。譬如他讲经济，他说，我要结束通货膨胀，可是我要降息。那这其实是相反的，但是没有关系。我认为他讲那个保护费的意思，其实他的本意，我个人善意的解读就是说，他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负担更多防卫自己的责任，包括实质的努力跟这个预算的这个提出，我认为这是他长久以来的观念。老实说，这个我们也认为我们也会付出更多的这个责任跟资源来防卫我们自己。我认为这个解读是这样，因为有人都说什么保护费啊，什么我们付钱给美国，美国来保护我们。实际上，国际政治上从来不存在付费请美国驻军来保护的机制。全世界都没有吗？全世界都没有。你付费买我的武器可以，对，但并不是付了费我就一定保护你。对，付费请美军来保护，这是一种比较开玩笑式的说法。美国国会、美国军方、美国政府也不会同意啊，因为第一个主权上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不是用兵。第二个呢？他就卖你武器就好了，省得他自己出兵啊。所以，我认为将来
我们对川普这个话哦，应该要朝一个方向来看，就是我们应该要付出更多的啊这个努力啊来防卫我们自己。那世界上有很多人说啊，这个日本也付费啊，韩国也付费，其实那个钱哦，都不是直接付给美国政府，不是。以日本来讲啊，它有两种费用，一个是说美军基地在日本啊，雇用了一些日本的雇员，那这些人的薪水是由日本出的啊，不是付给美国政府，钱也是日本的雇员自己拿去。第二个呢，就是美军基地在日本哦，有噪音的问题、事故的问题，所以在琉球在很多地方哦，当地居民其实希望美军基地缩小搬迁。那缩小跟搬迁，现在譬如说以冲绳来讲，他们说希望海军陆战队的基地搬到关岛啊，那在日本的基地就缩小。那美国说，哎，你要把我的基地搬到关岛，我要新建基地，要新建营地、营区，好，要新建居住设施，这个要钱。好，那日本方面就说，好，既然啊，这个是我们提出的要求，希望你们搬迁，好，所以这个搬迁的费用、新建的费用，好，我们负担一部分。是这样子，好，先有协防的条约跟驻军，然后呢，才有说这个地主国依照他本身的经济能力，好，去分担一部分，比如说支援这个基地。还有刚才讲搬迁的费用，这个都跟什么付钱请美军来保护哈，这个是两回事。川普呢，我认为他其实就是希望世界各国呢，啊，多多的起来啊，这个分摊自己的防卫责任，就不要美国自己负担这么多防卫别的国家的责任，啊，这个开销可以减少之后，哎，他就可以回到国内来减税啊，可以对这个就啊，国内国外一方面来讲。啊，国外的安全也因为各国都强化了他们自己防卫的责任啊，所以就确保。所以如果说北约老早大家各国都把那个国防预算提到 GDP 的 3%、3.5%。各国都强起来了，俄罗斯敢乱搞吗？你刚刚讲到这一点哈，你刚刚讲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川普以前的国安顾问欧布莱恩讲的哈，他讲的论述当中有一点我同意，有一点我不非常不见得同意。我第一点我同意的是说，他说，你们要自己 defend yourself 嘛，你自己的国家你自己要防卫嘛，就台湾的人要自己乐意去防卫自己的国家。他说难不成我派我的女儿去防卫你的国家？为什么讲他女儿？他两个女儿都是军人，对，都志愿役的，这个我同意的，因为自己的国家自己救我同意。但第二个他讲到说啊，川普的意思不是那个啦，就是说你要增加你的这个所谓的国防预算要到你的 GDP 的 5%。我跟你讲哦，全世界有多少人 GDP 5%？ 没有嘛，你 GDP 5% 是非常高的。光是在日本，他大概希望能够达到多少？2%嘛？台湾现在是 2.5 嘛？韩国有到 3% 嘛？你说 maybe 以色列要打战争那样全民皆兵，他会到他 GDP 很高？所以教授怎么看？陈教授还有范老师怎么看？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要占到我们 GDP 多少，这个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确是在第一岛链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的确是防卫我们自己面对中国，但是我们同样的也帮美国守住了在中国的这个隘口。那你当然就是说，你军售武器给我们，我们也付钱给你啊。你另外是不是我刚刚讲到说这个免偿还的 FMF， 它就是要有人训练，所谓的免费训练，那也是它的一个售后服务嘛，就不用讲的好像一副我们都没付钱。但是你说5%，我个人觉得有点小困难。欧布莱自己后来有讲了，5%他只是随便讲，他随便讲，他的意思说要提升了，那个对对，主要是说要提升了，真的是totally很难呐。他都只是粗略的数字，他主要目的是觉得说。他可能觉得我们现在 2.5% 其实少了一点，因为我们台湾，对，因为我们台湾其实面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其实应该比以色列还要更大，那以色列都已经 5% 的，那波兰现在面对苏联、俄罗斯这么大的威胁，波兰现在增加到 4%， 那我们台湾当然有所增加，但是增加很少嘛，从 2.1% 增加到现在大概 2.5%、2.6%， 那他可能觉得我们应该还在更增加一些，那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是有这个需要。你看柯文哲今年选举他也提到了嘛，他觉得我们台湾国防预算应该要增加到 GDP 3%嘛，他也是讲三，他不至于讲到五吧？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慢慢增加。我个人觉得主要说整个台湾社会有共识，我觉得这当然是有的需要，因为我们的确面对很大来自于中国的威胁。对，的确中国的占 GDP 就非常高了，对不对，范老师？我觉得这第一个啦，就是说川普的意思当然就是要，其实他在第一任他也提到啊，他要韩国跟日本你们要付军费啊，然后他也要跟北约这样讲啊，后来有没有？没有嘛，因为这个东西你说你当然，因为我们到二战以后日本是没有武装的国家，当然他就把所有的好像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就委托给美国了，对啊。但是你看到从安倍晋三当上首相之后，他一直在增加日本的国防预算跟军费嘛，
好，那你看起来也明显的增长。好，那韩国也是一样嘛。那另外就是说，你说韩国跟美国的韩国跟日本的美军，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它是美国的第一岛链。你今天那个也不是完全就是啊，就是为了照顾日本跟韩国，它也攸关美国自己的利益啊。因为你这样子，你的第二岛链的负担就比较轻嘛。而且你看这两年这个日韩他们也增加他们的军备，所以我觉得。不用算那么细。那至于台湾，因为他在台湾没有驻军啊，当然很多人欢迎他驻军啊。我们说，如果你真的需要，你回到以前驻军的年代吗？对啊，你川普，你把价码开一开嘛，对不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奥特曼的问题哦，不是军费或者是军备怎么样，是因为他们心里那种美国人那种心理是觉得说，我美国竟然90%以上高阶晶片全部都是台湾的，那我现在不得不保护你啊！你台湾就是他有一点觉得说你保护的不够啊，你赶快保护啊，因为万一到时候晶片出问题的话，被中国怎么样的话，真的很多老美会觉得我们的晶片 TSMC 很快会被中国抢走，他们就完蛋了，所以他们是那种感觉，就在不断的说你要多一点，你要赶快，他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是不跟美国买武器啊，你看我们全部就是跟美国买的，那我们也想买 F-35 啊，自己美国不卖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另外就是你刚刚讲这个像晶片，我觉得川普对晶片可能也不太懂了。他说，但他就觉得我们占他的便宜了，就觉得我们赚很多钱。可是我们的台积电生产的晶片是卖给谁？是卖给美国的？对啊，苏之峰在黄仁勋，他们是做的更高规格的东西卖到国外去，所以我们等于是他的下游啊。所以我觉得川普这样讲，说我们是赚人进了美国的钱，那我觉得这样说也不公平了。我认为就是刚才讲到就是。川普很多事情哦，他就是一个原则了，就跟范伟讲，他细节没有那么重视。就是说，他说那个汽车不要在墨西哥生产，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墨西哥跟美国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没错，他们有协定的。所以除非你先把那废掉啊，不然的话，其实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停止。对，所以有时候他讲过，跟范伟讲，他讲过，后来也忘记。就像他以前记不记得，他就说我不要加入 CPTPP， 对啊，我不要加入这个什么伊朗的非核的这个地方，或我不要加入京都议定协议。是，可全世界现在都要慢慢的要减碳，他什么都不要。譬如他说啊，日本要增加什么分摊的费用，韩国要增加分摊费用，可是后来这也是在谈哦，他后来也不特别去强调这些事情，所以我认为他很多事情是强调一个原则，不必特别去斟酌说啊那个美字美句，然后呢？像这个晶片的问题哦，我认为他对晶片的问题，可能他现在竞选的团队或幕僚团队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可能没有人跟他仔细的报告说，这个晶片在台湾生产是美国这个产业的是国际分工的结果。对，好，并不是说，像当年的日本汽车一样，日本汽车很强就把美国汽车打败了，并不是说台湾的晶片很强，就把美国原来生产晶片的这些工厂代工的这些打败了，而是他原来。一开始就在台湾这个地方生产，因为我们这个有生产的优势啊，有技术的啊这些优势等等，这些呢，我认为哈，都是说我们未来啊，这个驻美的外交人员哈，应该要强化跟川普本人跟川普团队的啊这方面的政策的联系，好让他更加了解说现在这个客观的状况，我认为这个是赖政府哈，好可以去努力的，因为他作为美国总统、世界领导人，不管是拜登也好，川普也好，他要管的事情很多啊。好，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他建立很好的联系和很好的关系，让他充分了解这中间的始末。我认为能够当到那个地位，不管是拜登跟川普，当然拜登现在身体状况弱一点，川普看到他的脑筋转得很快的，虽然已经快80岁，我看他脑筋转很快，所以让他清晰的了解这个地方的情势，保卫台湾其实真正对你美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了解，对你美国的经济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一点我相信他一听就懂，了解，这个未来的发展应该就会很平顺的下去。广告之后，后来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说，因为这次川普的事件，我们在台湾也讨论的就是安全的部分，赖总统的安全的部分整个提升。下礼拜一汉光演习，你知道他的反斩首计划也有改变吗？我们也要看看过去几次的重大的暗杀事件有什么影响。马上回来。回到雅
晴看世界，我们来看到川普这个事情哦，台湾也是受到瞩目。我们先看赖总统他的维安整个的升级，你可以看到这里呢，他出现了新四部，四部维安是什么？贵宾不得要求跟总统合照，记者不能站起来拍照，摄影机闪光灯不能太亮，贵宾也不能站起来拍照。我们看到包括赖总统之外，萧美琴之外，都有维安的提升。不过讲到这里，我特别要说，因为在下个礼拜一哦，整个礼拜开始汉光演习，那汉光演习他也改变，他改变的是什么？过去的反斩首就是淡水河或者是在博爱特区嘛，那现在讲到的博爱特区，他选定了一些所谓的捷运站，这个捷运站在这里都划分出来了，包括了什么台大医院呐、西门呐、小南门呐，这些都是范围之内。好，回到这里，我们就说这样一个状况，范老师怎么看？我们先看说这种维安的情形哦，你看赖总统旁边有15到20个人、我们突然想到说，哇，有这么紧张吗？你怎么看？当然啦、我想这是有必要性的啦、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当然我们台湾的民众一般都比较理性，但是也很难说有没有一些突发状况，或有些人走极端，然后因为在最近以来这个蓝绿之间的对立蛮严重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的、那接下来就是这是这个刚刚讲过这个汉光演习，他是把这个捷运站这几个捷运站都是接近总统府的、还有接近就是玉山官邸的，对啊，所以我要做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布置啊、那我觉得这个汉光演习这是很重要，谈了反斩首，其实我们过去每一次都有所谓的斩首反斩首的演习、那问题是特别是这一次前一阵子有一个中国一个人要来台湾投奔自由嘛，他开了一个快艇，就到了那个很轻易的到了淡水河口啊，结果后来他从那边下船，那这些事情震惊了整个台湾嘛，大家觉得怎么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你看最近我们的海巡署也开始在这个淡水河这个附近进行加强的巡弋、那我觉得，当然我认为其实有没有可能中国真的做斩首？我觉得几率其实并不高，因为民主国家，你就算你把一个领袖给这个干掉，也还是有副总统上来嘛。大家像甘乃迪当初也是一样嘛。这个民主政治它是有一个套制度宪政体制在运作的啦。但是有没有可能中共走极端，对不对？他为了要分散他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还有经济的压力，他要玩这一套，我们不得不防啊、所以你看，几乎每一年的汉光演习我们总统都是搭乘的是装甲车，云豹装甲车，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横山指挥所，就是在我们的圆山后面那个地方地下的碉堡作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每年在演练的，所以我们不得不防。但是我如果中国真的做这样的斩首活动，我觉得是很笨的啦，因为它不可能整个的崩溃台湾，而且会引发国际间对中国非常大的经济制裁还有责难，因为你破坏了一个两岸的现状，而且这是极为危险的事情，所以我是奉劝中国不要做这么愚蠢而达不到他真正的效果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其实在过去来讲，你说要防范真的是事实哦。像我们这里看到了当时甘乃迪JFK 他被暗杀的时候，他当时的这个状况大家都觉得真的不可思议，然后他的弟弟后来要出来选总统也被暗杀。那再来看到雷根他当时是就任才69天就遇到了暗杀的这个行为，结果他其实是肺部有重伤就开手术哦，还好他是活下来。另外安倍晋三不幸过世，对不对？再来川普差一点点，他在共和党的大会桌他说，如果我不是要转过去看那个 chart 那个图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不过我特别要讲的就是雷根，其实雷根这个暗杀他有扯到一个电影这电影你知道吗？凶手为什么要去杀雷根？因为他喜欢 Judy Foster、Judy Foster 就是呢、那个时候才十几岁，他演一部电影叫计程车司机，那枪手看了以后就很喜欢他，因为这个计程车司机的男主角是 Robert De Niro， Robert De Niro 那时候演一个计程车司机，然后做一些暗杀的动作，暗杀一些民意代表啊，暗杀什么的，情节是这样子。结果这个辛克利就是这个凶手，他就去模仿，他去模仿呢，他就是去枪杀了雷根。如果你看到片段当中，当时雷根已经是70岁了，70岁中弹，然后进去在这个做手术的时候，他很幽默的，因为他电影出身嘛，他很幽默的问医生说：“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然后医生说：“我们今天都是共和党，总统先生。”来，陈教授。对对对，的确了哈，我想这个事件当然是会有模仿效应，那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台湾全世界其实都很担心。那另一方面，其实从雷根的例子，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雷根他那时候大概差不多69天，他被暗杀。但其实那是1981年的时候。但其实你看1982年11月，当时的这个1983年11月，当时美国的其中选举。其实共和党还是在众议院选输。所以其实这个暗杀他的效应其实很难讲、除非说你是像陈水扁那样子前一天晚上被暗杀，
那你可能那个效应对选举有很大影响。你想三一九那个陈水扁后来这个事情，他就讲说其实影响不大，他故意就讲说对他来讲影响不大。他自己民进党的一个这个调查嘛，但是一般认为是应该是有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民调好像是。好像是连战他们领先大概 10%， 对不 对， 对， 对？后来整个逆转嘛。对， 对， 对， 我个人相信是有蛮大的影响在。嗯 嗯， 嗯。但是你说，比如说像 这次川普，嗯哼，还有一百一十天的一个时间，四个月、嗯，你说是否真的能够让川普能够因此夺到多大的利益？其实是很难讲。你看前几天其实一个民调，其实川普只是多2%领先拜登而已。嗯嗯嗯嗯，所以其实这个效应其实很难说了，因为毕竟还有这个四个月的时间，四个月其实还有很多的变相。嗯嗯，我个人觉得这个效应其实还很难讲。嗯，还很难讲。不过我们回到这里，你看到这些暗杀的动作，甚至其实在美国好像这样的情形也不少。嗯，好，比如说我们讲 JFK 甘乃迪这个事情，当时大家说是 magic bullet 嘛，你怎么出现那么多弹孔，你说只有一颗子弹。然后在这里呢，这里就是谁呢？这个是JFK 的弟弟，好，小甘乃迪，他当时也是要出来选总统，他才在加州赢得初选，然后呢，凶手就行刺他，然后行刺他还成功了，还成功了。然后你看这个凶手，他的理由是说，我就是对他不满。所以说，这个甘乃迪家族是有受到这么的一个诅咒，还是说整个美国的文化，他以前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情形？历史上有四位总统被暗杀身亡，然后这个国家元首被暗杀，譬如说印度。甘地夫人跟他的儿子拉吉夫甘地两任总理都是被暗杀，然后韩国朴正熙总统被暗杀，这个政治领袖那就更多了，艾奎诺，那对不对？这个在野的身份，像甚至包括川普，这个现在都有这种可能，就是纵使不是政治性的敌国，像刚刚范讲，不一定是中国或这些敌国，但是呢，这种反社会人格的人，这种精神状况有问题的人，像刚刚讲那个。暗杀雷根的那个人，这些其实对世界各国的特勤单位来讲都是梦魇啊。因为这个孤狼似的，什么时候会出现不知道。然后呢，这个总统呢，这个也不可能说完全不走进人群嘛。这个都对这个维安工作其实都带来很多的这个风险跟挑战。因为民选领袖不可能说哦，这个完全不接近人群。完全像这个中国还是北韩一样，这个弄得像帝王一样也不行。但是呢，很接近，像比如说在台湾，我自己亲眼看过的，比如说李总统以前卸任之后也被人家泼过红墨水，然后呢，很危险。对，像马总统这个蔡总统，其实呢，维安当然都很严密，可是我也看过常常有人可以接近到很近，如果那些人真的图谋不轨的话会被带来怎样的风险，我们都不晓得。所以我想强化这个元首的维安不只是保卫元首安全，也是一种吓阻表示说呢，现在就是这个我们对这件事情认真的看待。对，一点都没错。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话题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读卖新闻，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尤其是像习近平的态度，他对于这次川普的慰问，大家觉得并没有那么快。那普丁也是相对低调，可是呢，日本读卖新闻就是说，解放军具备一个礼拜之内就登台超短期的能力。过去来讲是讲到一个月，现在他讲一个礼拜，所以大家现在是不是开始也在紧张这个部分呢？对啦，就是说担心中共会不会铤而走险但是我觉得当然这个东西有可能，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看是他的到底中共的目的以及他最后想达到什么的效果你说他一周就可以登台，因为他现在还没有真的就是两栖的大型运载兵力的投射能力嘛，不管是空中也好或者海上也好所以说我觉得在目前来看还是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那另外我们不管我们的暗制的这个导弹也好，或者我们事实上，它台海其实很短如果你要像诺曼底登陆，那要多少的船团呢、你才能够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如果而且你后面的运补能力大也很重要。其实要有这种所谓的三栖的大型的登陆，那个要准备都是一两年，那个物资要怎么样集结，甚至你连包含像这个医疗器材、武器弹药。那个很容易就会被美国用人造卫星看到，因为你是用运输的方式嘛，你要找个地方集结，你的军队怎么样，甚至你说你什么师带你都要准备好。所以没有像日本讲到的这么的一个夸张。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啦因为我觉得当然中国也他现在因为台湾海峡你是那个一过来之后，我们的暗基的导弹设计下的话，他可能就会面临到完全被歼灭。我还没有讲到我们的海军或者我们的舰艇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有点可能日本你希望提高他的防
防卫预算吧，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所以叫帮中国制造他的这个强大的力的一个形象。了解，我们广州回来要看到的真的蛮大的一个发展，就是在这一次宪法法庭当中啊，民进党获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就是暂时处分通过了。那暂时处分通过了之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事后的一些发展，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你有没有看到为什么突然出现了黑鹰呢？那青鸟是不是要出来？马上回来。雅琴看世界，哇，国内政治真的是高潮迭起，尤其是前一阵子在立法院打得乱七八糟之后呢，最后出来全部都要暂停。我们讲的就是宪法法庭呢，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公布了，就是暂时处分都成立，也就是说赖总统也不用去立法院了，你不用讲这个什么调查权了，不用讲什么这个违反质询啊，反质询了。好，我们在今天现场当中请到的是民进党立委赖瑞荣。雅琴姐好，大家好。好，民进党立委李坤城，大家晚安。好，无党籍的桃园市议员余北辰于将军，雅琴好，大家好。还有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刘采薇，大家好。好，那我们首先来讲到这个哈，这个其实在一出来的时候哈，我们看到宣告冻结嘛，包括了之前打到乱七八糟的，就是说啊，总统国情报告跟答询的这个部分，就是暂时处分，就是冻结反质询、藐视国会罪、国会调查权当中有关法人或私人的财阀，就是说叫你都可以来交内容的，还有考试委员、传达委员的人事同意权，还有国会的听证权，这个都。暂时处分成立，暂时处分成立表示说都暂停，然后接下来就看你宪法法庭他有没有违宪啊。如果说违宪的话，违宪的话就是说都没了，好，你们就再回去重新修。所以这个事情哦，引起了蛮大的这个，我看到国民党哦已经说啊，司法已死，大法官已死，然后再来这个民众党也说你必须要来面对什么历史的审判啊，全部都出来了。好，我先让将军你先讲好了，将军你看到这个事情的结果，你意不意外？那你的反应？我是蛮意外的。哦，你蛮意外。我为什么会蛮意外的？你知道，我觉得我本来预判不会六项全部都暂时处分。哦，因为我看到了黄国昌的表现以后，我就觉得一定会过。对对对，对，因为他讲不清楚。我为什么说？我为什么说我蛮意外的？你知道，我意外的是，原来立法院吵了这么久，最后全部都被暂时处分掉了。那你这表示当时立法的程序够不够周延？你立法委员在你这个法规法条的时候，你有没有针对宪法去做非常精准的核对？其实这相对的是帮立法院这些立法的程序上了很大的一个宪法课。就是立法院没有错，你是人民赋予的权利。可是人民赋予的权利再大，你不能逾越宪法。那这就是真正的让所有全台湾的人民哈，真正落实上了一场公民或是宪法的一个活教材。因为，你看我都五十多岁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立法院从立法到过关到复议，然后进入这个宪法法庭，然后直接告诉你暂时处分，这是一个 life 哎，这是个 life。 你就算你从课本上，你从宪法的课程上，你从公民课程上，你学不到的。这一次是完全一个程序跑给你看。那我觉得对于台湾的民主，我觉得这次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升华教育。那当然后续要看看立法院够不够成熟。因为这个暂时处分下去之后，我觉得当然了，民众党跟国民党的这个反应那也是一点都不意外。那可是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们未来的整个策略是怎么样？因为一定会卷土重来嘛。无论未来如何，你认为黄国昌就善罢甘休吗？国民党团就善罢甘休？绝对不会。他为了要保住他们党团的颜面，他一定会针对这个事情拟定更多的方式来做对抗。因为8月6号还会再来一次嘛，还会再来一次。对，我觉得这个内容就很重要，因为全国人民都在看。其实在这里啊，就会出现，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就开始注意到，就是蓝白他们已经开始有在讲说，你这个大法官怎么样啊，就是觉得说你是不是不公平啊，开始要先抹黑大法官了。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因为大法官毕竟，如果你不相信大法官，你要相信谁？但是我可以看到了国民党的反应，我自己也觉得，他说你看哦，这个我手上拿的是国民党的党团的，讲到说就见证啊，司法公平正义已死啊，就整个激动到不行啊！才问你国民党，你先讲吧，你们你怎么评论？我觉得为什么会讲这个司法已死？其实我们事实上可以看到，今天下午
猜出来结果吧。可是今天早上这个民进党发言人吴珍，他就自己在广播说了嘛，他直接讲今天下班之前哦，时间点还非常的清楚，那你很难去联想你们不是提早知道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吴珍自己要出来解释清楚。我觉得哈，我觉得他应该是我这个我无法评论，他时序的判断是可以，可想而知，可是你在今天就刚好上广播，在今天早上的广播讲出来，如果他是讲说搞不好我们下班前就会出来，他是这样讲吗？我记得搞不好啦，这个搞不好还真的是搞不好。对，所以你的意思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是两件事哦，就是说民进党是不是事先知道就是说吴珍是不是失言，或者说他讲的太快了，他是不是事先知道是一件事，但是人家大法官判出来的，你们应该是也要尊重，是不是他们的法律的太快，很多地方讲不清楚，所以会有违宪之余。我觉得讲不清楚跟有没有讲得清楚，其实今天我觉得在大法官在询问委员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属于讨论的一环，所以我倒不会去很武断的觉得说大法官有私人定见等等，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绝对会有自己的私人定见。那如果讲大法官有私人定见，所以造成今天事情的结果，的确我觉得这太武断，但是包含反质询，包含藐视国会，其实包含赖清德要不要到立法院去做报告，其实这都是依法可循的耶。其实我们先从这个赖清德到底要不要到立法院去针对国情来做报告。首先赖清德他在选前的时候他是自己有承诺过的啊，那如果今天民进党有50票是反对赖清德到国会去做报告，我认为民进党应该要先表明清楚他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关键是表明提答，他的前提是合宪哦，合宪的情况之下，其实立法院他是有这个立法委员行使这个规章，他是认定其实总统是可以到立法院去做国情报告。问题是在即问即答那一部分啊。我补充一下，其实赖清德讲得非常清楚，其实如果在合宪状况下他其实愿意去的，但是因为当你这个法职权行使法已经立了里面包括即时询答包括等等的时候，其实已经逾越到了宪法的时候，他可以预见总统到立法院不会得到礼貌的对待的时候，其实这个难度就在。Okay, 所以我的意思说 我认为其实如果国民党或民进党一开始态度是说哎、欸，我们欢迎你来、哦、但是讲完以后就可以离开，依照宪法你讲完就可以离开，不用有所谓的询答等等，那我相信赖清德就很难、哦、他自己的承诺上他就很难去不来了。但是当你要加很多的条件，甚至你还要质询他，光立法院的这些反质询的问题都一堆的时候，你去了你显然赖清德不会得到礼貌的对待的时候，他一定会抗拒。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是我觉得国民党很可惜，就是说当这个宪法的守护者这个大法官的时候，其实任何政治都会纷争，蓝绿都会纷争，但是我们应该去信任宪法法庭，信任大法官最后的一个裁决。如果我们连这个讲出了什么司法意识的话，你等于全然否定掉了大法官的角色，那你能够尊重谁？你还能相信谁？就是说除非是由黄国昌当大法官，或者是由这个朱立伦当大法官傅昆萁当大法官，不然谁能够接受？我跟你说政治的纷争都会有，蓝绿攻防，朝野在意这个朝野攻防都有，但是不要逾越到了，就像我们对司法，我们不会轻易的去对司法去太多的批评一样。那如果对于大法官这一块轻易的去用国民党去说啊，你这个是司法意识的话，那可以想象你接下来国民党的策略一定会完全拒绝接受次限的违宪的结果，同时间对未来大法官的提名一定会杯葛到底。那如果这样的话，台湾就陷入另外一种的混乱。我认为其实国民党真要审慎思考了，如果你不信任大法官，你要提出更有力的说明。但现在看来都在大家预期当中啊，吼，逾越了宪法的文字，白纸黑字这么清楚，这个违宪，包括对人民的部分听证的侵害的人民权益，用暂时处分，这也很清楚。包括反质询，连你自己跟回答都讲不清楚，什么是反质询？到现在为止讲不清楚，你只要回话都可能是反质询状况下的时候，大法官怎么可能不去裁定暂时处分？现在你任何一个官员叫来，如果你任何的反质询，你都有可能被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时候，这个当然没有人可以接受。所以我认为其实国民党要思考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国民党的满意度一直往下掉，从30几%掉剩10几%。我认为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不去正视这个问题，不断的硬要去用攻击大法官或者攻击宪法法庭的方式，我认为国家不会长治久安，而且最后的反作用力还回到国民党身上。对，你说，我觉得我分两个部分讲，我先讲这个质询的部分。其实国民党从来一直都没有很强烈主张说是要直接质询即问即答，其实我们到后面都是强调是依序回答嘛，而且其实我们都一直强调说，如果赖清德他愿意来
国会做国情咨文做报告的话，那其实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去讨论。可是其实一开始是赖清德就针对我要不要到国会这件事，他就直接反对了嘛。因为是不是你们那个法律上写的就直接连依序回答都超越了宪法了？我们是依序回答，其实我觉得是依序回答，这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你们修过之后呢，就是要总统来报告，依序要回答。对啊，是依序回答，而且每一年都要去，因为现在好像原来的规定是不是每一年，对不对？就是当然还可以邀请总统来，反正总统也可以考虑说去或是不去。对，但最重要的是说，到了这一个立法院之后，总统应该做完国情报告，那如果针对立法委员有不清楚的地方，再做综合的国情的报告，好，综合的回答，是宪法上的规定。可是现在你们把那个扩权法案就把它修成，就是说你总统要到立法院来，第一个是常态化、义务化、质询化，就是说你必须总统来到立法院之后，你要依序回答立委所问的问题嘛？那这个就是。这个跟现在宪法的规定就不一样嘛，因为现在是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去质询行政院嘛。那所以说为什么大法官要暂时处分，就是说你如果总统因为这样子来到立法院做备询的话，那整个宪政体制都乱掉了嘛。那这个是不可回复的啊。所以这个大法官才说，那你这样子后就这一部分总统来立法院国情报告这一部分就先暂时处分嘛。然后还有其他你说反质询、藐视国会、听证调查等等，还有人事权的同意等等，这些就是如果一旦去做了，那些你说对于听证调查对于人民的权益那个是不可回复的嘛，所以大法官才会说，哎，那我们就是要这个暂时处分。所以你说现在哦，立法院敢在这一个哦，这个在法这个大法官的这一个释宪出来或是暂时处分出来之前，这个空窗期我们就说他失色行堂了嘛，就两个嘛，一个是调查鸡蛋，一个是禁电视的调查。所以现在在暂时处分出来之后，这两个都不能再运作了。所以补充一下，宪法上面的生锈条第四条的规定，第四项规定是你立法院得邀请总统来做国情报告，就仅此于此。就你现在扩充到了要他来回答你的询答，都已经超越了。更何况我还讲了，这个是当天立法院最后一天表决通过的，强行碾压通过，表决通过了。你看，通过的时候要求其发言时间、人数、顺序、政党比例等事项由党团协商决定，这个明明显就是违宪。如果国民党、民众要这么做，其实修宪嘛，你没有修宪，你用立法院强行表决，这我们前几天刚表决完而已，被表决被碾压。所以我一说，就是从国民党跟民众的思维里面，我就是不断的是超越。你补充一点，顺便也讲，你有没有觉得这次就大败？就像将军讲的，每一项都被暂时处分。我不认为要用胜败来去看这件事情。如果要用胜败去看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很简单，就是把这件事情上升到是政治化，因为只有政治化才有胜败。那如果还是说你们在讲，都是希望国会改革或者是法不 OK， 是不是这样？那我觉得我讲个，我补充个好了。如果说反质询的时候，那是不是其实国民党立委有强调说，如果说反质询，你们认为定义相对可以再更完整一点点？好啊，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是不是我们把这个定义明确化，或者是大法官，我们一起可以来讨论啊。可是很可惜，我们一直都没有走到这一步。抱歉打断，这件事应该在立法院立法过程就讨论的，没有人先把法弄完之后再告诉我大法官，大法官不会去跟你立法。你要在立法院里面做处理这件事情，立法院强行你给他不处理，然后去丢给大法官，这是完全颠倒。我印象很深刻，立法院就要定义清楚。主要是黄国昌去讲那个光是有关于反质询是什么，他那十三页的补充报告也都讲不清楚。黄国昌那一次，我觉得他的确讲的不太清楚。如果我是黄国昌，如果是你，你会讲得更好？我觉得我会用，比如巴西那个例子哈，我是委员的话，那我会问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从巴西进口蛋？那如果今天官员回答我说，委员，请问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反质询啊，这样子就不行嘛，这样子就不行。所以他我觉得这个就是反质询，但是他没有举例的很清楚，这样子还是没有说明。尤伯祥大法官所讲的，你还是以问答 问，因为你没有提出一个核心的定义。这个、以问答问其实是在讲官员以问答问，那这个就是反质询的一个样态嘛？他是说你这个黄国昌的这个说法并没有回答尤伯祥他问的，你是以问。的确，黄国昌在上面可以讲得更清楚一点点。对，我觉得他应该要讲法律上一定要明确了哈，因为你要罚人家，不管是行政罚或者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你一定要法律要明确。就像我们闯红灯一定很清楚，我闯红灯是哦，这个黄灯哦，用监视器照你，如果你超过了，那黄被罚，那没话。但是你这种反质询这么不清楚的定义的时候，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那都是很个人主观。我认为一定要把这个定，这也是立法应该处理。法律你要把内容非常清楚，这是原则性的问题。法律的确，它能越明确越好。可是其实我们现在看下来，的确它是有一些法律，它本来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的明确化。其实不是在国会改革而已，其实，在很多很多的法案上面都有这个问题。立法的过程中，所以都是遇到案例的时候，我们再去补，再去
更完备这一些法律它明确化的一个状态嘛。其实不是只有国会改革啊。我想讲一点哦，我觉得为什么这次的修法会有几个例子让大家觉得说到底是在干嘛，太冲突了。为什么这样讲？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民众党的麦玉珍嘛，麦玉珍不是他就是当时要讲新住民的这个所谓的基本法。新住民基本法这里我看到了两个现象哦。第一个现象是他当时因为最早提出来国民党的版本，就是邱正军的版本里面就是有把中国籍的配偶把他的这个年限从六年变四年，对不对？那民众党呢，他要去参考国民党的，我觉得没有意见。但是他在发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发的时候，台湾民众党上面就写国民党，我觉得这真的。跟我们跟你没有关系，我就说这是什么修法品质。然后第二个，这就扯到了统促党，因为邱正军跟张安乐啊，他们就说是非常密切。然后事实上呢，邱正军在这里啊，他过去啊有一个就是台湾民众党里面的这个什么是就是新住民事务委员会当中的副主任委员张杰，张杰后来当了邱正军的秘书，所以这整个连结在一起，就是说大家会想说，哎，你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这个统促党的味道？然后不要忘记昨天。我就觉得很奇怪了，这个什么黑鹰要去灭青鸟，然后呢来了一个是董念台，董念台坐过牢的一个董念台，然后他又去警告赖清德，然后又说我要去打立委，我要打个立委打个巴掌给你看。我就觉得这又是扯到了这个统促党是怎样，统促党不演了吗？我刚讲的这些都全部揪在一起了。来，将军要不要说？我要先讲哦，麦玉珍委员他代表的是新住民，而且很明确他是代表东南亚的新住民，对，越南籍的，他并不是代表就是中国籍或者是大陆的。那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塞进去吗？是，所以我才讲你代表某一个族群，就像原住民出来，他一定是帮原住民讲话嘛。你新住民是代表越南东南亚族群，扩大叫东南亚族群的新住民，你一定是帮东南亚的姐妹或者是新住民来争取福利。而且他那个条文里面很奇特哦，他就直接说所有的人都一样，他就不分国籍及地区，不分国籍都一样，他的行政措施一律平等。那糟糕了。我补充一下啦，他的麦玉珍版本是他政府对不同国籍跟地区的新住民哈，除法律有规定外，措施要一律平等。对，他是用基本法，所以会逾越到所有的法制上。没错，包括两岸关系条例都会抽。但是他名字这个一定下去之后，你所谓的中配跟外配所有全部都是。但是他的名字还是叫做基本法。基本法，所以你这样才会有高度争议嘛？结果你看。把两岸关系条例都不算了，排除了，所以你看国民党后来不敢用了，他也把它拿掉了。国民党后来通过了版本，国民党是不敢用，就是国民党自己会害怕。国民党是参考民进党的版本，但是加一个加一个之字，之对，就是表决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版本否决掉了。那可是他们国民党版本跟民进党版本都一样，差一个多了一个之这个字，然后所以最后才会说好，保障新住民之基本权益，或者保障新住民权益。没有，我觉得麦玉珍在立这个法哈，把它丢出来的时候，第一件事他就没有搞清楚。对，国跟地区本来就不一样。对啊，你必须先表态。我觉得他是有搞清楚，他故意把地区包进去。对对对，可是他这样子一做以后，就表示他的认同，包含国民党、包含民众党认同，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国。嗯，你才能立这个基本法嘛？那你这样不就乱了吗？那请问统促党认同吗？统促党认同吗？请问国民党认同吗？所以我才说，你为了要立这个新住民基本法。你把你所有当时你们的核心价值都改变了，那恭喜你啊，就是两个国啊，两岸就是两个国啊，那你们认同吗？认同了才可以去谈说跟东南亚跟其他各国的新住民你要采一样的作为，就不一样嘛，一个是地区嘛，一个是国家嘛，那如果你要把它拉在一起，你先把这点共识建立出来。否则你自己都讲不清楚了，你要怎么变？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用基本法。我一想到香港基本法，我就已经超反弹了。他为什么一定要用基本法这三个？他完全去超越，因为基本法其实是最根本大法。所以你一旦适用下去以后，你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跟所有这些外这个相关的移民这些等等，全部都要去接受这个适用。那刚刚于将军讲到的，这其实存在于这个矛盾，就是其实台湾跟中国大陆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就你这样接连下去，你想要让那些中配能够适用六年改四年，对。可是事实上，同时间就证实了，其实就两个地区、两个国家、两个国家概念，那这个会陷入到很多处理的矛盾。很麻烦，我认为这件事情他没有想清楚。对。但是你没有想清楚的过程中，是你还强行要你要通过。你看我给大家看啦，立法院的立法品质啦，就是这样子在修通，最后通过这样的条文，然后画来画去，然后改来改去，这就是立法院的立法品质。而且通常都是在。最高精益版都是在我们都是要表决前才给我们的，对、啊，这样的东西过了，你们有信心。所以为什么现在职权行使法被判那么多违宪，就是没有充分讨论，没有好好讨论过程，本来应该在立法院好好讨论东西，变丢给大法官处理，难怪大法官全部给你判
这个认定为暂时处分，这给你违宪，就是说立法院的立法品质就这么的糟，才会导致后面这么多的问题。我觉得你可以多拿一些给我们看，我看了真的快昏倒。难怪我在想，大法官都觉得说你们这个到底在立什么法？就是真的，我们在表决的时候，议事员才拿给我们。你看这个都这样画，这样画，这样拍一下。这刚通过的条文啊，这样这么多斜杠啊，这样画的，就是都不要的，签个名画掉，画掉，画掉，全部都过了，都不要。他不要啊，都是我们要在表决之前才拿过来给我们。你看瑞荣哪里是在修正动议哦，都不要，都不要的，就这样。就这样通过的，然后他前面是写再修正动议，就要写个提案，他有修正动议，那我再修正动议。这样的立法品质，难怪问题一堆嘛，就是所以我们认为要改变，而且都是在最后最后关键要投票。我觉得这样很夸张，你看我就修正动议，再修正动议，再修正动议，就算到最后都不知道。他真的是在表决前才拿给我们的啊。雅静，我补充一下啦。这一张它不会是最后版本，因为那个都是要经过议事人员然后再确认打出来的啦。那我们要表达意思是说，对，这么重要的新住民基本法，它应该要在表决之前就让大家知道说你的版本是什么。可是我们都在表决之前才议事人员才拿给我们，我们才知道说在修正动议是什么，在修正动议是什么。训练你们，训练立法院是讨论事情的地方，理性讨论的地方，照理说是大家立委拿到东西好好的讨论才能。没有啊，你看在。可这个可能是在表决前的这个十分钟拿到，这个可能是表决前五分钟拿到，这个叫国民党的修正动议，这国民党再修正动议，哇，真的就这样拿到，然后你画来画去的，那你到底在表决什么？你是临时都在拼天才，我觉得要是我，所以这样的状况当然难免问题一堆。没有这个要讨论，其实你在一审、二审或三审三读的时候，你在大会其实事实上都是可以讨论的。那你在大会当时候就是大家拿出来讨论嘛。你民进党有问题的话，当然也是可以在这张纸上去做修改啊。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讨论。可是今天民进党都一直要强调说，你看国民党都不给我们讨论的时间。事实上，其实是民进党也可以在大会发表意见啊。那是出来五分钟就这样，你要表决了吗？委员会里面的讨论有没有讨论？委员会也可以讨论啊。我讲的是在院会出来以后，我讲的是在院会二读哦，要二读的程序，突然把你丢出一个东西。出来，这是再修正东西，再修正东西，他可以这样子做吗？他议事规则可以这样做，但是是非常有，但是非常有争议性。你就知道他的立法的品质有多糟糕了、啊。因为他完全去突袭你，这就是黄国昌讲的最高机密版，就是只有我脑袋知道我的再修正是什么。抱歉，你们不会知道，只有我知道。过去针对前瞻我们的再修正是什么，只有我知道。对，过去针对前瞻，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要去改变。我认为国会改革要改这种东西。好，我们广告就回来，我们广告就回来要看到的，就是我们讲郑文灿的事情，后来又有杨文科的事情，结果呢，现在引起了一个 argument。黄国昌说杨文科是图利，并不是所谓的贪污。大家就说，哎，这差别在哪里？这里面有很多水很深哦。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回到雅琴看世界哈，我们要来讲这个郑文灿跟这个杨文科的这个事情啊。不过我真的觉得，我个人对这个黄国昌真的没有意见，但我会觉得他怎么会崩坏成这个样子？我印象都停留在啊这个宪法法庭当中啊，这个我们看到了大法官跟他之间这样一个对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黄国昌怎么连第十页在哪里都找不到哈？但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为什么这样？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分蓝绿白，你去做就比较方便。但是这个是黄国昌他在上广播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哎，按照这个事情啊，有关于封议的这个事情啊，他就是检察官认为啊，杨文科是图利啊，并不是贪污。那目前看来的话，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所谓图利就是说我可能造成了这家公司啊赚了2亿多，好，但是我没有，我杨文科没有拿到钱，可是杨文科他在他的 office， 在他的官邸有被搜到大概69万的现金哦。那个钱你可以说到底是不是封议给你的呢？还是说？杨文科是说我自己的周转金，可是如果那个钱是你的，那就是贪污。贪污的罪嫌是在哪？贪污的罪比较重。那所以大家就觉得，那黄国昌干嘛这样？黄国昌是在礼拜四的广播讲了，到礼拜五他又改口说，哎呀，杨县长是要出来讲啦，你不能随便的复工啦，不管是贪污，不管是图利，都很严重。就突然这样，这怎么回事啊？这都是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嘛？啊，对啊，不管是图利，还是诈取财物，还是收取贿赂，还是。黄国昌以博士之资搞不清楚什么是贪污，什么是图利。他企图哈就不谈案情，谈法规啊。按照黄国昌是一个法学博士来讲，他当然分得清楚贪污治罪条例里面什么是图利，什么是收贿，他分得很清楚。所以他就企图用法律的条文来做个区分，他不谈案情。可是我讲哈，所谓的收贿跟图利一个差别，透过非法的手段，让不该是我的钱放到我的口袋，
这不就叫做收贿或贪污吗？对对。另外，透过非法的手段，让不属于厂商的钱放到厂商的口袋，这就叫图利嘛？两个都很可恶吧？都是贪污治罪条例。嗯嗯。只是他的犯行有轻有重。那可是有一个问题产生喽。嗯。如果说收贿收一块钱算不算收贿？也是啊，算啊。那请问杨文科县长在开放这些方便之门，让这个建设公司能够省2.5亿的时候，他有没有接受建设公司的老板进入总统套房？有，那这算不算？我这里有，他进入总统套房，他说我没有，我又没有叫小姐。那住也算，那个总统套房一个晚上也不少钱啊。他们有住吗？他们还是进去聊天？不管是住或聊天，因为这里有33次的联络啦，然后进总统套房一次，但是进了喜来登饭店，也就是封闭的喜来登饭店，就是这次我们讲到他这个建案的后面那个喜来登饭店，没错，去了三次嘛。曾经有多少以前我们认识的公务员，他也没有拿钱啊，就是接受厂商的款待。可能是吃一餐饭，或住一个晚上的套房，这样也算贪污吗？这当然算啊！我没有拿钱，但我吃饭。接受款待也算啊，也算啊。这以前我认识这么多的公务人员里面，有人这样子被办呢。那如果这样不算，那就是小贪不算犯法，大贪才叫犯法。没有大贪小贪，只要假借你的职务获得不当利益，不管是吃掉了、喝掉了、住掉了，还是变成钱放口袋。这都叫贪污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尤其是卓冠廷公布这个，你看他那个 H 型钢筋啊，对，歪勾起刷变成这个样子，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啊！那所以我觉得封邑的问题是很大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黄国昌这样讲，大家就找到资料了嘛？因为呢，就是民众党的柯文哲跟杨文科吗？几吗几嘛？上次你记不记得上次高虹安他那时候不是说这个身体身心俱疲吗？然后你看打点滴吗？他打点滴还是要跑去跟杨文科会面，所以表示民众党跟杨文科是友善了。我不能说只要是友军呐、啊，那友军这个时候，你觉得黄国昌讲，据说也扯到柯文哲 ，why？ 是的，好，就是说黄国昌讲说什么图利不是贪污，请黄国昌去看一下这个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第6条，里面就讲到图利嘛，图利罪是什么嘛？所以图利就是贪污的一种形态嘛，对呀、啊，所以怎么会图利不是贪污嘞？所以请这个黄国昌好好去看一下贪污治罪条例里面是怎么讲的。那第二个，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荧幕上哈，它那个 H 钢梁哈，整个这个歪曲扭巴，好，那就表示说整个这个工地哈，这个都是有问题的。那就算他们辩解说这个附近哈，这个我看他们这个新竹县的这个公务处长就说附近的这个道路安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你这栋建筑物有没有问题嘛？对，这个建筑物偷工减料，对，有偷工有减料，因为在起诉书上面也写得很清楚，这个建商有偷工减料。那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厂商认为说有图利建商2亿？大概5-6千万的事情，就是因为你让这个建商用这些偷工减料的方式，他算了一下金额，大概就2亿多嘛。那这个就是杨文科你必须要讲出来的嘛。那今天为什么黄国昌会讲说那图利不是贪污？大家就会去想说，你是不是有特别去想说要帮这个柯文哲来脱罪？因为柯文哲有图利吗？柯文哲现在有好多个案子嘛，哈，北市科、北市科、台智光、金华城，对，你让厂商。或者业者赚了非常多钱，对，这个是图利啊，图利就是贪污治罪条例嘛，所以就是当黄国昌这样讲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那你是不是帮你的党主席，柯文哲，就是未来要先脱罪，或是先带一个风向，这个图利不是贪污、那这样子真的牺牲很大，牺牲了他的专业感觉。那采薇你怎么看？你在市议会啊，你觉得黄国昌这样讲是要帮柯文哲脱罪吗？黄国昌要不要帮柯文哲脱罪？我觉得最后就算是柯文哲有罪，黄国昌也会讲一套他的说法帮柯文哲脱罪啦。那你同意他说的？黄国昌我不评论这个人，因为我。对他的论述本来就比较特别一点点，跟他的这个政治立场本来就比较特别一点，他都抛到你们那边去嘞。我本来都一直说他，我从跑记者，我就是我看他这政治路程一路这样子摇摆，所以我本来对这个人我就是保留问号的，对我是对他很保留的。那我觉得回过头来看啦，杨文科的事情，现在大家都一直在说啊，国民党双标什么跟郑文灿的事情不一样什么等等，但我觉得那是两件事情，因为郑文灿那个是很明显他就是有收贿，这个东西真的还不知道，他说五百万被收贿，要尊重对无罪判定，但是他是被，那无罪判定的话，你他是被羁押，但是你想回来，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说是起诉是比羁押严重，
所以你们国民党为什么不觉得杨文科应该支持？但我觉得，因为今天这件事，我们国民党是一审只要有罪的话，基本上就是停权了。Uh-huh, 对，就是停权。停权，但是没有辞职。杨文科要不要去辞职？我觉得他可以去做自己自我的判断。那至少到现在，他都一直强调他其实是没有收贿的，包含那69万，他一直强调的是生活费嘛？对。那可是我觉得现在69万，他强调是生活费，可是有一些人或有些节目还是一直要把这个2.5亿这个偷工减料，把他跟69万直接画上等号，就说2.5亿是杨文科收的钱，那这是两回事。对，他没有收，是两回事。对，2.5亿，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连结是其心可议，我觉得不应该连结，因为现在进入司法，我觉得证据有几分就讲几分话，所以我觉得杨文科他既然自己他认为自己是清白的，我觉得他也可以提出更多的证据去说服减掉，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江局长家里搜出了1000多万，但是杨文科家里不让我们去查那个什么马桶啊或水管啊什么的。我觉得所有的标准应该一致的，所有东西的看待的标准一致。其实不管是图利或贪污，其实都是很重的罪的。那图利是你给厂商为什么要让他赚这么多钱，你给他赚了这么多钱，只是你没有，你如果钱放到你的口袋里就变贪污嘛，你没有，但是就图利，但是只是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证实查到你有。万一如果将来有查到任何的钱，你有收受，但是换个角度想了，你为什么去参与那么多次，跟他这么多的互动？那你为什么要帮助他赚到这么多的钱，图利他这么多的钱？所以我认为国民党不要跳得太快，就是说一发生一个事情的时候，先尊重司法的调查，而不是急于去说啊，又是个司法的判案、政治的判案等等，跳得太快，结果你看，最后的结果怎么处理？其实。民党这事情上相对上都是更高标准的啦。其实你看像郑文灿的事情，其实没有人出来替他护短，而且他的事情一发生而已，用最高的标准3年马上停权，还只是羁押而已就直接停权了，还不是连起诉都还没有。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两党的标准不一样，那更不要讲黄国昌了。黄国昌那个他的态度变来变去，现在想想，如果这个人是他最讨厌的民进党的话，他会用怎么样去批判这个图利的行为？就是我觉得那完全颠倒。你其实这也不意外，你看他在立法院的时候被傅昆萁这样摸头都没有事。就在立法院的时候，民党的女立委排队排在他的前面后面而已，他就说：“哎、欸，你插什么队啊？你我欠你哦。”就是他的那个态度，我觉得他的那个标准差距太大了。没有，我觉得那是他本身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还强调一点哈，其实你说杨文科即使现在被起诉了、uh-huh. 我们也不能说他就有罪了。对，真的说实话，因为还没有判决嘛，没有判。那可是呢，我讲财产来源不明，其实这是一个很广泛的事哦。对，什么叫财产来源不明？从江良渊身上家里面的保障图搜出1400多万，对，依据你的收入，你不可能有这笔钱，对，那这笔钱哪里来？只是还不知道跟建商之间有没有关联而已，这现在中间这段连接还没有连接起来，可是很明白知道这一笔钱就是有保障图的这笔钱，那绝对不是江良渊赚来的，正常的公务员他没有办法赚这么多钱嘛，交代不清，像杨文科。一样的状况，你说60几万、50、60万在杨文科的官邸或家里收到，难不难解释？我觉得不难呢、欸。以杨文科一个县长，你说他家里会有60几万，什么金币几个，很好解释啊。那为什么解释不清，变成说财产来源不明，另案侦查，就表示即使是60几万，他没有交代清楚。如果今天杨文科把这60几万说，哎、这是我的薪水存了多少钱？我投资什么多少钱都能够交代的清清楚楚，减掉这个什么财产来源不明另案侦查，这不会有的，我交代清楚了嘛，这是我的钱啊，所以说现在太早去定案说他是清白的，他一定是清白的，我觉得风险太大。我觉得我见黄国昌说他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贪污，表示他没拿钱，我就突然想说黄国昌难道有涉案吗？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拿钱啊？你怎么会知道他没有拿钱？我最后补充一句，好不好？我回应一下将军说啊，这个我们强调说相信清白，不是说他就是清白啦，但是相信他，然后希望他可以拿出更多的证据去证明自己的清白。那采薇，你可以跟国民党讲怎么讲？说我相信他说他是清白，我相信他的说法，但不是我的好绕口。要不然你都把他背。我们都建议这个时候，其实我的政治人物或政党的领导人最好都是在尊重司法，让司法有我们有讲出来，就是你这时候去太急的去用政治。去角度觉得啊，这是司法迫害啦，这是政治的迫害等等，那都太快跳进去了。朱立伦第一时间就说：“我相信他的清白啊。”对啊，这个我还是用他相信他。那万一将来要翻车了以后，不过当然了，按照采薇的讲法也是对的啦，就是相信无罪嘛。如果朱立伦相信这个杨文科是清白的，
万一他不是清白，我要那个朱立伦很好解释啊，我被他骗了，我是相信他，他居然骗我。但是他在打民进党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态度、欸、民进党的在还没有相信清白的时候，他是完全是直接攻击你、抹黑你、到底、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应该有一致性的标准、就是要相信就全部相信，不要去介入到司法的最后审判。我认为这个最后、我问一个台志光的事情，我觉得很奇怪，也在礼拜五的时候，台志光那个陈崇文嘛，他不是就是被起诉嘛？但是你知道这只是一半，因为他起诉了是什么？就社会局的而已，是他等于是这个所谓的图利啊，因为他自己有个案子，然后弄了自己的云端公司。但是有关于他有没有贪污，有没有拿台志光，陈崇文有没有拿台志光的1000万的部分另案调查？另案调查。那个有没有拿台志光的1000万的部分，他会烧到柯文哲吗？采薇会吗？因为柯文哲那个时候就是等于用个比较贵的钱。台志光这个案子，其实司法检调已经是。像柯文哲是用他自案做调查了、所以我觉得是早就已经烧到了。哎呦，我的天！对，我觉得是已经烧到了。那他现在为什么起诉一半？而且事实上哦，他其实不只是司法检调在做调查，包含台志光的这个案子啊，在议会也有成立第三个专案小组、其实里面就有委员是有发现他在行政程序上面是有瑕疵的、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司法调查，所以在台北市没有办法去针对一些比较直接的证据去做调阅，我们只能针对一些行政程序它有没有瑕疵、有没有跳过谁，那很显然它是有的，所以其实是早就已经烧到了。你是说哪一方面呢？台志光的问题。我知道针对柯文哲的跳过了什么行程呢？因为我不在那个小组，所以我只能听转述了、就是说他有很多的行政疏失，对，他有很多的一些行政程序上面其实不是那么的按照规范在走的、所以这个有待，那这个就要看最后他的那个，就是如果说这些是由上面下令的，有市长或者下令去跳过，那他就有很大的责任。对，但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为什么你要跳过？公务员就要讲清楚，你为什么要跳过这些？所以他就会说，我没有拿钱，我不是贪污，我就图利而已。而且他会说，这个跟我无关啦。他会直接像之前他明明就是有签字，像金华城案，他会做很多的解释啊，比如说啊，这跟我无关，这个是副市长他们去做的决定，那我只是被告知而已，我签了什么，我其实也不知道。他会有100种解释方式。我跟你讲，这个要解释都很难。我广告之后回来看到这个幼儿园的时候讲。蒋万安礼拜五道歉了，柯文哲也道歉，但我觉得柯文哲道歉不太像道歉。但是为什么他们这时候都要道歉？因为没有办法再凹下去。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雅琴看世界哈，我们就看到呢，这个幼儿园的事情啊，真的人神共愤了。而且呢，你如果越来越了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愤怒，就是说这事情2022年，就2022年7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柯文哲在的时候，第一次有家长举报，结果他们去查的时候没有查到监视器。好，你没有查到监视器，竟然没有把那个毛先生那个狼师没有把他调离现职，继续让他去荼毒那些小孩子。到了2023年，蒋万安在的时候，第二次又开始举报，然后到2023年出来的时候呢，蒋万安他其实那个时候那个狼师已经被羁押了，但是他是怎么样？他应该要停止这个幼儿园的招生，他一直拖到了10月，然后再拖到了今年的3月，才是那个园长，就是那个狼师的妈妈说：“哦，你不能够再当这个任何的负责人。”大家就实在太慢了，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位有点错估情势，他们觉得民众的火烧一阵子，这新闻就会淡掉。没想到越演越烈，越演越烈，所以他们只好道歉。《镜周刊》是在今年的，就是今年七月的时候才刊登这个，结果呢，到拖了大概将近10天，他们两个都道歉。我只是觉得很巧，为什么两个都要一起道歉？因为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连很中性的妈妈群组或是妈妈社团，在网络上都在质疑蒋万安这件事情，就质疑蒋万安这件事情没有做好。所以我认为说是这些让妈妈或是说让这些关心幼童的这些群组全部都烧起来了，所以蒋万安才会道歉，所以柯文哲或是民众党才会道歉。那可是我认为说，从这个2022年的七月到2023年的七月，这一年的时间，请问一下柯文哲做了什么？请问一下蒋万安又做了什么？好，所以人家会说这个是空白的一年。但是这空白的一年呢，让这个毛姓的加害者，从2022年的七月开始有女童家长举报，他等于整整又发生事情，又整整一年让他继续交，对，然后他继续犯法，所以本来可能是有个位数的女童受害，到后来有20几位女童都受害了，还有几百部的那个影片，600部的影片，好，那所以说大家会质疑，就是说那到底你柯文哲任内做了什么？那你现在蒋万任内又做了什么？
因为就是你没有积极的作为，才会让这个毛姓的加害人，他一直可以在这个幼儿园里面，不管他是当教保员或是当行政人员，就是说当事发的时候，其实第一时间按照当时的规定，你就可以让这个毛姓的加害人他不准在幼儿园里面。教育部2020年就已经有发布了，对，就已经有这个规定了。就是说你认为说这个要调开，对他没有啊，就是说他继续让这个毛姓加害人继续在幼儿园里面，所以才后来又有这么多的女童受害嘛。所以当时候柯文哲没有处理好，那蒋万安呢？蒋万安也没有处理好嘛？因为按照这个教育局，好，这个台北市教育局的说法，就是说当时候是有通报给这个警察，那警察就通报给社政单位，但是社政单位竟然没有跟教育局之间有联络，就是社会局跟教育局之间的联络是断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蒋万安你作为市长，你难辞其咎啊。好，就是说你在2023年的7月又有女童叫做报案了，那你就隔到十月。哦，然后才再去调查，然后最后才这个废止这个幼儿园哈的禁止他招生，可这时间拖太久了。那我也认为说你不应该把所有的这些法令你没有在地方落实就推给中央，就说哎你中央这个修法有问题哦，这个我们未来希望这个中央能够修法，就按照相关的规定，第一个你那个毛姓家人你就不应该在幼儿园了嘛。那第二个有关这个儿少权益法69条，哦，本来为了公益就是可以来报道哈，哦，不是只有这个毛姓加害人，就是连幼儿园的地址、幼儿园的原名，其实都可以报道出来。如果及早报道出来，或是及早这个台北市政府把这个讯息公开出来的时候，家长马上就知道了，他不会让自己的小孩继续再念那个幼儿园，啊。我觉得这个是两个哈，因为像蒋万安就说，哎呦，中央这个法律怎样说我们没有公布名字。我跟你讲，有没有公布是一回事，可是你本来就要立刻把他调走，你本来这个就是按照法律，你就要让他停招，而且没想到让他又转身又变了一个什么托婴中心。那柯文哲更糟糕啊，如果真的柯文哲当时就有查，如果柯文哲第一关就守住，他不会有后续还这么多年呢，啊，搞到现在。两任市长哈，早该道歉。对，为什么拖到最后一刻？但是我觉得蒋万安除了道歉之外，他为什么会被这么多妈妈社团觉得不满意？哦，民调了，这里民调真的是差，就是，真的为什么不满意？不满地标高太高了。第一个，因为蒋万安的形象当时选举是三宝爸，他是对孩子的福利、孩子的权益是相当重视的。他的形象，他要塑造的人设。第二个，蒋万安给人家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愿意承担嘛，这么年轻出来当市长，可蒋万安遇到这件事情以后看不到承担。对。就是这个法令的问题，这是前任市长，你现在市长是谁？现在有实际的行政权的是谁？是蒋万安，欸，他也有出包啊，他任内也是出包，啊，你一定要承担。可是呢，当柯文哲这个案子起于柯文哲任内，对，到了蒋万安当选市长之后，这叫做重大事件，而儿少、儿童、幼童都是重大事件。你在两个市府在做办理交接衔接的时候，这个案件有没有衔接？一定要衔接，我相信一定会衔接。因为公务员不会随着政党轮替而改变嘛，对，这些公务员都在，他是专业的，他一定会把这重大案件交接给新的市府。对，而蒋万安新的市府面对到这样的案件，他的态度是什么？是放着吗？还是积极的去揭露？因为所有的这个招生不过56个人，欸，这个幼儿园56个人，里面被欺负的女童高达20多个人，很夸张啊。雅琴，你知道吗？如果56个人以男女一半来讲，几乎女生的无一幸免，我觉得你想想看，这个真的很难接受，欸，我觉得那个教育局的副局长讲那个话很夸张，欸，他怎么说？你怎么晓得？搞不好小孩子讲错啊，他乱讲啊，这是诬告，他说他乱说怎么办？小孩子怎么会乱说呢？一个小孩子、两个小孩子、三个小孩子乱说吗？我们处理这么多的公共事务哈，第一件事情是以受害者之出来，我第一个采取就我一定相信你，我一定相信你，先去查，我先去查。查到如果你乱讲，我再来告诉你。你不能说他今天投诉的这件事或揭发的这件事，你说小孩子不懂一定乱讲，这就不对了嘛。民众的反弹太大，这不是所谓的蓝绿的分开，哦，大家都受不了。所以你看到，哦，整个演变出来的，除了蒋万安跟柯文哲被 K 之外，还包括了黄珊珊，他不是说要讲到，哦，那时候是蔡炳坤，然后又说他什么时候离开，大家也是没办法接受。但我觉得徐巧芯就是可以讲一下，因为徐巧芯那时候他跟洪建义一样都收到了家长的投书，然后呢洪建义他是跑去
发文给教育局说，你这个幼稚园就不能让他招生了。他这么做，可是徐小军开了一个记者会，然后他我看到礼拜五他就发了非常多非常多讯息，表示说，我是有去处理的啊，并不是说我是去帮园方的，我是有去处理的。那但是又有人说他有录音档，哎，录音档就是说徐小军在里面等于是那个跟园方园长那边说，大家不要找律师干嘛干嘛。这事情的了解是，我不知道录音档到底有没有，还没有公开。对，我觉得有证据，那你不要去抹黑，不要去影射，有证据拿出来，否则我觉得对一个想要帮家长开协调会的议员，其实相对不公平。你觉得他是要帮家长吗？你觉得他是要帮家长？我觉得议员在这个站在我们的立场，其实一定都是帮家长啦，不可能是帮园方啦。那徐巧芯的、这个、那巧芯其实他也有讲过了嘛。嗯、那其实，在那个协调会当中，其实因为我们都不是家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家长到底是请巧芯是要协助什么，因为家长可能会有很多很多需要协助的，包含律师，包含要要求园方做什么事情，这个其实比较细节的需求我们不得而知。但我觉得回过头来看，其实如果民进党当时候在骂的这应该说现在在骂的这些议员，那当时候你们做了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回答，我们在节目上问他们说根本没有人跟他们投诉，因为这个事情比较不是。那如果说你对这个案子这么的在乎的话，那其实徐小新他开记者会开协调会，那你应该是要相对知道的啊。而且其实不只是徐小新嘛，洪建义你们自己党内的也都是接到投诉的、啊、那你们不是也应该会知道吗？那如果民进党有这么的关心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觉得当时候就应该有作为。但我认为其实两个市政府都不应该推卸责任。今天尽管是蒋市长出来道歉，我觉得都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因为在2022年他接到的第一次，那当时候他们是强调说因为司法介入调查了，但司法介入调查不代表行政不能调查。没错，我认为这件事情的关键其实就在于司法调查。那可是司法它并不是这么了解可能你一个在地的幼儿园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行政是不是当时候就应该介入？如果行政当时候介入调查的话，我认为它会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交接机制。可是事实上今天这个交接我认为就是出了一个问题，重大事件没有交接好，局处可能他们相关的公务人员相关的首长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大事情再去做解决、甚至也忽略了一个市井的机制。但市井的机制的确它就是牵涉到中央嘛，因为以前我们当过记者我们都知道什么东西它就是不能报，包含你连地址那个是真的都不行的，我们自己也都会有一些自律。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要讨论的应该就是市井的机制，还有什么时候包含你已经启动调查了，那就要马上由教育局做一些相关的机制马上调离开、不能让这一些有疑虑的师资跟这一些孩童有接触，我觉得这都是应该后续要做补救的。其实最大的问题柯文哲没有做就把他调开，你在2022年7月的时候、你就要调开，因为当时是教育部都讲你可以调开、他没有调开。按照当时的法令，其实当时候这个台北市政府就应该立即把这个调开，他没有来做。第一个没有调开，第二个你看他这个事情到什么时候，教育局到2023年7月20号才组成调查小组、就晚了一年了吗？晚了一 年对、那 我是认为说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把中央法令当成遮羞布，就说、你中央法令不够，没有，是你地方没有好好落实。你当时如果按照这个当时的规定落实的话，这个毛姓加害人他不会再继续再留在幼儿园嘛、那第二个就是说，当时洪建义他们找了这个徐小新，然后后来又找了洪建义，表示他们对徐小新的服务觉得不满意。那甚至有现在有传出来，就是说徐小新当时候办的协调会是在幼儿园里面，本来的通知是在幼儿园里面，对，就在幼儿园里面。那我说这个大家认为说你幼儿园有问题了，还把这个协调会办在幼儿园里面，不可能嘛，我们民意代表不可能这样子做嘛。第二个就是说当时候还这个园方还请律师，那园方请律师来是要做什么？你是要来恐吓家长嘛、所以你不可能说我们民意代表办一个协调会办在一个事发点，我们一定是办在比如说办在议会中立的地方。对啊，你不可能说在办在一个协调会，所以大家才会质疑说徐小庆你当时候你的立场你的动机是怎么样。那不管怎么样，那是民意代表的部分，但最重要的是你是市政府，你是行政单位，你就必须要处理这件事情嘛，不要把责任丢给民意代表啊。你市政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就是你市政府的责任啊。没错，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来采薇。我觉得针对这个小朋友的安全哦，没有人是局外人，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都不要再推卸责任了，做好社会网的补救才是最重要的。将军，我觉得当一个行政长官，尤其是民选出来的行政长官，你要负责任的不是支持你的选民而已，是所有的选民，因为在你的这个领导，在你的行政行使之下，让所有市民能够安居乐业，这才是当一个行政长官应有的责任。来，坤城，这个大法官的宪法法庭哈，对于这个立法院的扩权法案的暂时处分已经出来了哈，包含这个总统的国情报告调查权兼好这个听证权，还有这一个这个你说这个藐视国会等等哈，都已经有做出说明了。那我们希望说尊重大法官，因为未来8月6号还会有这个大法官。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琴，欢迎收看雅琴看世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